都要升级一个吗？还是不一定？非理想。非理想状态，其实想要有六个，我希望他们可以打三对三的篮球。他听到六个这个数字会有吓到，或是没有讨论过，没有讨论过，对，这是自己的想法，对我自己想象。各位陈太太先不要哭，虽然偶像已经死灰了，但至少瘦子先端出个人作品。I wanna change you, baby.嘻哈天团顽童 MJ116 去年宣布单飞不解散，瘦子个人 MV 推出两个月 ，YouTube 点击率爆冲近400万。听那浓浓费洛蒙的饶舌，加上183的身高，还有结实的肌肉，让广大善男信女都成了瘦子粉。你觉得第三位都比较红的感觉吗？差不多，可是我觉得不。我觉得那个概念我不知道，没有开演唱会你不知道。我原本也是想说，今年就是发片啊，然后好好的，办个演唱会啊，巡回啊，好好的捞米，看可不可以就是40岁以前退休的，没钱了再出来，钱花完了就是，钱花完了就是玩东西要合体了，到然后每个都超老了，就不用这么常态性的一直出来卖，对。因为在目前都只能洗澡给他看，然后大家不都出来卖了嘛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在卖自己的专业嘛，对对对，大家都在卖自己的专业，所以你们都是出来卖的嘛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就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就是我觉得，因为我是喜欢小孩子的，我希望我的时间是可以很多在他旁边的。会不会你其实养了一个，到最后发现，其实小孩子真的不好教，就是不好养。对，我有想过，但是我就说他是个梦想，他既然是个梦想，我就不会放弃。对，顽童就是这个态度。